天仇门主，定是太子所为。我让你办的事情办好了，已经在部署中。是时候了。听说你前几日留宿在那西岐公主房中，如今少主美人在我，怕是早就忘了自己的使命。很想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的任何事情，我用你。如果你再怎么样，我一定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白发王妃》。